赛精彩继续。那么接下来将是今晚的第三场对决，这是一场自由搏击规则77公斤级的较量，将由俄罗斯选手罗曼查克对阵红方中国选手王鹤松。通过一小片来了解一下两位选手。饱满的昂首姿态，独到的攻防转换，素有日本客机之称的王鹤松好似云中仙鹤般志行高远。其实大家都叫我日本客星，但是在我心里边，我不是任何国家的客星，我只想打好每一场比赛。庖丁解牛不过一念之间，苍松脆薄才是坚韧之最。王鹤松凭借场场的胜利，或将为我们谱写又一段胜利的凯歌。你准备好了吗？王鹤松的对手米莎是个多项全能重炮手，拥有一拳击碎对方要害的恐怖力量。А тогда дрался не очень хорошо. Сделал не все, что хотел. Все другие не такие, как обычные люди. Поэтому трудно говорить что-то заранее. Посмотрим, небо покажет. 好，我们掌声有请南方选手，来自俄罗斯的选手米莎罗曼查克。相当的，非常有压迫感。
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呢，对于高克松来讲，确实是赛前压力太大。王浩松选手呢是来自北京，2011年北京散打锦标赛的冠军，也是练习散打出身。到目前为止，职业赛历32战30胜2负8次 KO， 应该说这胜率还是非常高的。以上非常的强壮，然后不断的向前逼近，还是对王浩松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压力。王浩松如果是无法控制住这个节奏的话，对自己的体能啊消耗其实是非常的大。对。漂亮的漂亮拳，裁判提示米莎不要裸晃，又是一个大战，哎，这迎击打得漂亮，王浩松的速度啊要比对手快。要利用自己的这个优势来压制对手，而且从技巧上来讲，看到王浩松其实也是更轻巧一些。对，你看现在王浩松用自己的那种速度啊，压得对手有点起不来，而且你一起我帮摁你一下，你一起我帮摁你一下，可能我的拳没你重，但是我就要把你节奏给摁住，是这样。挺好的，非常重的一个身体打击。那我们从现在来看呢，米莎应该是明显的就是身体能力要更强一些，但从技巧上来讲，你觉得王鹤松还是更胜？对，米莎的这个打法呢相对而言比较单一。对，就是抱拳低头，往前顶，只要王鹤松能适应他的打法，不要被他这种猛冲猛撞消耗的太多，应该是可以。哎，漂亮漂亮，是的，没出锤，突然对方根本没防备，再次的扫腿，米莎还是不断的往前推，他这个打法就是比较单一，包括他拳头落点也单一。是的，我要顶灯，虽然米莎有很大的力量，但是他这个落点呢其实也不准确，就没有办法把力量作用到对手的身上。这第一回合王浩松完胜了，对方一个强势勾发，这一回合是个10-8的比分吧。适应了对手的这种节奏，并且对方实际上是带到了自己的这个节奏当中来了。这是一个成熟运动员所表现出来的。王鹤松在第一回合对手这样猛冲猛打猛扑的这种状态下，及时的调整自己的战术。那我觉得在第二回合开始的时候呢，俄罗斯选手米莎继续这样的往前扑，漂亮转身的后边拳漂亮，这一阶段王鹤松拳腿组合效果非常好。漂亮扫，差一点将对手扫倒，再一次的低扫踢，这是一个虚招啊，吓了对方一身冷汗，也是非常的快。实际上刚才这拳是收住了没出，如果出的话对方也躲不开。是的，漂亮，两人的互相的迎击，
但是明显的是王鹤松力量更往里钻一些。中国有句老话，天下武功唯快不破。这个在这几个素质当中啊，应该说速度还是第一位的。是的，你拳再重，你没速度打不着对手，没用。这样，对吧？毕竟对方是一个高手，他不是一个沙袋。对。所以经常我们在说练拳的时候，纯打沙包的话是不可能练好拳的。对啊，因为毕竟你要打的是一个人啊，这个人他是不会像沙包一样站在那儿不动的让你打。当然，尽管这个时候占据着这种优势啊，王鹤松也绝不能大意。是这样，对手是有这种一拳改变结果的这种实力的。因为毕竟我们看到王鹤松这种米沙的这个体格在这儿，他的这个拳的本力是非常的有威胁。他其实在不断的这种消耗，王鹤松也是在等待一个机会。哦，非常危险，危险，我刚才说了，对方的拳很重，一定要扛住，首先把手拿高，这时候手要拿高，哎，手拿好，拉开点距离，拉开点距离，王鹤松要走一走，走一走，对。对方的实际上腹部现在是空出来的，这个王鹤松现在非常的被动啊，有一点挨了几记重拳之后啊，在场上这种战术意识有点不太清晰了，有点散，嗯，有点散。回合结束，这时候需要好好的冷静一下，要及时的调整了。第三回合我们依然看到是俄罗斯选手米沙在不断的向前推进。这个回合很关键，首先需要做好防守。是的，哦，非常大力的摆拳，要不让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，这样才可以推开拉开点距离，对方速度没你快，如果说你想拉开距离的话，对方跟不上。现在能看出来，其实王鹤松呢，其实还是体能消耗也是比较大的。对，他现在做动作是有些迟缓，这个时候啊，在战术上要做一个改变了，就是打打控制了。是的，不要再跟对方贴在这样一个中间距离上去硬式对攻，要一方面自己体能也撑不住，另外一方面很危险，要打巧。嗯，不要在这等啊，不要在这等。对，哎，这种正蹬侧踹直线型的飞法可以用一用，阻截一下对手。啊，我看到这是典型体能下降的非常累了，对，这一屁股坐在地上，然后没有体能消耗很大。我们看到俄罗斯选手米沙的教练啊，就在评论席的前面那个位置，也是非常的着急，是告诉他多打点拳，这个摆拳打死。但是看到现在好像米沙的拳头基本上很少有照着腹部去的。米沙的出拳呀，也是作用自己身体的力量太多。我们看到他的发力其实很大，但是真正的打击力相对来说比较小，透，对，没有办法穿透到对手身上，穿透力不强。尽管王
特松现在这个攻击手段还是比较多的，拳腿膝，是的，但是力量确实下降太多了。而且我们看到摩托选手米沙的体能还真是不错，在三个回合呢他几乎是没有停止过他的这种进攻的推进，而且他就这么一个节奏，是的，这也是说明他的技术安排啊，还他的这个专项耐力练的是非常的到位，没错。我好像这口香糖还没吐啊，刚才上场就是在嚼口香糖。这个时候对于王思聪来讲还是要多走，对，站在那儿，对，对方是希望你不要跑，是的，跟我对于米莎来讲，他是希望王克松站在那儿等待他，然后不断的推消耗对手。走，好，这一组抓得好，最后的七秒钟，还得要时间到，结束了，时间到。这样一来的话，那一场那个第一回合的那个贝图巴就相当关键了，是的。为运动员颁奖，有请。